哎，他放屁！放屁！我跟你讲，发电机它有发电机，它很乖啊，影响啊！这么安静的情况下，这么大声，谁这么作答嘛？也太不对嘛！我会去那边吗？同样，同样，同样。好 ，OK， 请回宝座。来，达达，告诉我前边在演的是啥？ 大家就忘了那个屁吧，让他去吧。他竟然哭了，最后一段是很痛苦的。好，没有答案。来来来，好，我猜一个。二，一，猫头鹰。你不要以长相来死，感觉鬼鬼祟祟的，偷偷摸摸。 你那偷偷幽默呀，这么长时间，3秒后给他。我觉得应该流星哦，怎样才能留住你的心？不再只是没有灵魂的记忆。好，2:0比0。 换人，我应该知道了。你们，他冬上很容易撇风。你他要穿短裤。好，他在吃东西。 2个字，吃鱼，白痴。好，哎，OK，吃鱼，吃鱼，当然啃甘蔗啊。你也觉得？对，正确答案，吃鱼。有了，三次，那你们答对。什么有答对？有答对，你在演那个词啊。那他也是咬一咬吐掉嘛。 你知道，吃鱼要咬一咬吐掉，因为没有那要吐鱼刺嘛，吐血。一本，哦，没有信心演戏了。OK 的。来，一杯。很烫，还是很辣，还是又烫又辣，又烫又辣，麻辣锅。麻辣锅。 现在逆转变成你们输两个，你看小奇炫已经在老痞脆牙有没有？明天如果早起去看日出，算了，他们也没有在听。你紧张个屁呀！我们在讨论策略，你们。 好，确定有把它完整的呈现出来吗？我觉得三位都有。我觉得应该不是在睡觉，他有可能是便秘吧。便秘、拔牙。哦。差一点憋疯。
哎，班牙，好，来。班牙。完了。完了。完了。然后看清楚。确定吗？是我的。方正方正。声音尽量控制。声音。OK。哎，两位交换。严重东西最忌讳就是有藕包。嗯，对，有藕包会很哦。声音，合理合理声音。哇，你跟你演奏的表情好像。真不表演呐！哎。这个关系到等一下要看日出。什么答案？要么被砍了，要么中枪了。但是节目组不会出这么负面的词。还有什么东西痛成这样子？生小孩？我去睡觉吧。痛成这样。耶！耶！你白痴哦，还有那个不玩的，大台北跑到韩国来，你玩到一半不玩了。恭喜黑队又获胜。